大家好，我是张瑞金，是成大化工系47年毕业，毕业以后一直在高雄创立华丽企业公司，从事引进新技术与新材料，以贡献台湾产业的发展。60年来，华丽已经供应啊，这个从半导体材料、工程塑胶、印刷电路板，还有绿能，已经在这个材料界也相当多的一个贡献。在这里，我要恭贺成大成立90周年。成大历经日据时期、台湾光复，还有经济起飞，造就人才，贡献良多。在此，我让我们携手共好前进。大家好，我是叶志明，矿美61级，现自高雄市，102年至中钢退休，曾担任台中成大校友会第9届理事长，现任成田校友会理事长。新鸿母校90周年庆，仅代表成田校友庆祝母校生日快乐，并期待母校在苏校长的带领下，效应更加蓬勃发展，迈向百年共好。各位沈太人大家好，来自林水群，同居呢67年毕业，从事三月保险业，已经退休了，待在屏东客家庄，高雄市成功大学教育系的李干事，祝贺沈太90岁生日快乐，发挥沈太人硬强的精神，同世界向好前进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南成大校友会会长张简永祥，机械系80级，在台南从事补习教育业30年，在这边代表我们台南校友会校友们，先恭贺成功大学在世界排名各项指标都能名列前茅，同时也祝贺我们母校成功大学90岁生日快乐。在这边也愿我们所有成大人都能成大事，然后长行显光，最后成就共好，赞。大家好，我是中文82级的曾春梅，很高兴在此祝贺成功大学90周年庆，成功大学の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。敬爱的母校师长及海内外的学长姐校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蔡坤奋，我是历史系89级，艺术研究所94级毕业的校友，我目前住在高雄市，在高雄市立图书总馆担任专案经理，主要负责图书馆对外的募款工作，我同时也是高雄成大校友会的副总干事。除了我爸爸及叔叔也是工商管理学系以及水利工程学系毕业的校友。在即将迎来母校90岁生日的此刻，我要用下面的一句话来祝福母校，并期待世界的 COVID-19 疫情能早日结束。祝贺成功大学90岁生日快乐，成大90成就共好。各位师长、学长姐，大家好，我叫刘景志，是气管系89级毕业，目前住在台南，从事网络媒体相关工作。那在这边要祝福我的母校成大90岁生日快乐，愿我们一起利他共好，让这个世界更美好。